大家好，我现在贵州遵义，我身后是凤凰山森林公园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要不要登顶的话，具体要看那个楼梯陡不陡，高不高。先看一下这条河，叫湘江河，名字非常好听啊，在地图上看就叫湘江。然后在这个遵义的老城区弯弯绕，现在水面上有一层薄薄的那个雾气，说明它的水的温度应该是比较暖和的。然后我们往左边看一下，这里有一座老桥啊，看一下这个桥是五个孔，它这个石头还是那种红色的石头，哎呀，真的是特别好看啊，绝对是遵义市区特别漂亮的一座五孔石桥。行，我们现在准备过桥，然后往那个凤凰山那边走啊。这个山的海拔高度的话，我查到资料说是1057米，但是我从地面到那个顶上的垂直高度大概有20多层楼那么高啊，所以说我们往那边边走边看。正在过桥，栏杆是纯实木打造，现在走在这个中间，再看一下这条湘江河。下过雨以后它的空气啊非常的通透啊，就是天是阴天啊，感觉随时要下雨。然后重庆那边好像都已经下雪了，所以说它海拔高的地方就会下雪。走，我们它那个中间那个时钟时间是正确的，12:05。这边写的是好人广场，但是应该是不是要列一些雕塑啊，没看到。这个前面那个巨大的建筑上面也没写字，这没写字我也看不出来这是纪念馆还是博物馆，还是前面也有围挡，也就是说过不去的。那山顶上有一个宝塔，我刚才问人了，想要走到山顶上的话都有好几公里呢，所以说我们先在山脚下看看吧。这边有个大的雕塑，中间是一个大金球。往前走，那边才是凤凰山森林公园的正大门的门口。然后这个铁栏杆比较多啊，想过马路的话必须要走到那个路口。还有就是我发现了这个地气温，这个我现在穿的3条裤子4件上衣，我感觉还是有点扛不住啊。这个裤子昨天应该买那条加厚的，那条加厚的要厚很多，相当于3条秋裤的厚度。因为我现在买的那条厚度的话，感觉只有1.5条秋裤的那个厚度，感觉还是稍微薄了一点。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帽子嘛，这个帽子现在没看到哪里有卖的呀，要看到了那就买一个，对吧？这个保暖嘛，因为头部它的散热的速度是很快的，所以说这个头部的保暖是非常重要的，一顶帽子能顶上你一件羽绒服，所以说这个帽子冬天的话是一定要戴的。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那个大房子，还有山顶上的宝塔，仙气飘飘啊。因为山顶上那个雾气，它是应该是那个水蒸气在往上面蒸发，所以会显得像仙境一样。行，我们继续往大门口那边走。这边有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凤凰山森林公园，大门口就在我的左手边。那个图片看到的就是我这个位置看到的，这个效果怎么样？还是可以的吧。左右两边都有两个石头狮子，我们近距离来欣赏一下啊。这个树叶随着冬天的气温降低也都开始落了，这个大牌坊一看也有几十年了，凤凰山森林公园，看到没有？前面那个楼梯那个台阶。行，先不管它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左右两边的这个狮子。这个狮子100多年有没有？目测的话应该有一百年了吧，没有100年也有80年了。这边写的是就是遵义市森林主题公园，它上面都长青苔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，这边有块石碑，上面写的是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林业局，那边还有一个小亭子，等一下再过去。还是要欣赏一下这边的狮子，看一下上面那个青苔，就这样一看的话，这个狮子不得100多年啊，对不对？哇塞，这边还是一个小花园小水池呢，所以说光山脚下这块的景色就已经这么好了，这个山顶上是不是会更好？哦，我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大门口啊，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，非常适合拍照，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位置。不管上不上这个山顶，我们先过来看一下吧。因为它这个台阶它没有栏杆嘛，你像我在黄山、泰山、华山、峨眉山
这些山，它山顶都是有这种，哎，就像这个栏杆，知道吧？它有栏杆，你在登山的时候，你手可以扶着它，对吧？实在不行，你可以买个拐杖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这种没有这种叫什么这个栏杆的时候，你就完全得靠自己的腿往上撑。那么像膝盖有伤的人的话，你这个硬往上爬的话，这个对膝盖的损伤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说为了让膝盖能够更长久的去正常的走路，所以呢我就不能往上爬了，我们就站在这里看一下吧。光山脚下就已经这么美了，关键是安静，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吃饭，我是吃过饭就已经出来活动了。行，我们再走到那个湘江河的边上再去看一下。遵义最美的地方就是这条河，沿着这个河两岸就是最美的地方了。你看一下，真的是环境特别好，空气清新的不得了啊！就在这个凤凰山脚下，看一下远处的那个水面上那层薄薄的雾气，然后这个里面就是遵义纪念公园，再往里面走就是那个遵义会议遗址，所以说那一块是老城区，周围的山的话普遍都是这种感觉不是很高，然后仙气飘飘的这种感觉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就走在这里散步的感觉啊，真的是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。为啥呢？空气清新，大城市你想呼吸到这么好的空气，凭我在国内游了100个城市的总结经验来看，大城市空气肯定不太好，知道吧？你像这里是不是空气太美了吧。行了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。